运球就看 Uncle Drew， 战术就学 Coach Lu。 大家好，我是非官方指定鲈鱼 Coac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 NBA 总决赛 G4 七六人球星恩比德和保罗乔治在比赛现场一起担任解说嘉宾。当恩比德谈及球队今夏的引援时表示，费城这座城市很棒，球迷也很棒，我们拥有很棒的球员，所以希望这个休赛期我们能找到更好的方法增加一些全明星级别的球员。当记者问及可能的引援对象时，恩比德没有直接回应，考虑到可能引发联盟的罚款，但他随后耐人寻味地望了一眼旁边的乔治。随后一位会议的记者迂回问到恩比德最欣赏的球员是谁，恩比德回答道，从技巧上来说，乔治没有弱点，我在这个联盟没有见过比他更有天赋的人，他每晚都肩负着重担，不在乎别人说什么，然后他去了快艇之后就像是变了个人，我想是因为那里的灯光不一样，那里的球迷也不一样。这些言辞引发了人们对恩比德是否会公开招揽乔治的猜测，尤其是两人在现场互动频繁的情况下。众所周知，乔治早在常规赛期间就在考虑续约问题，但与快艇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对合同条款未能达成一致。根据名记沃神爆料，乔治和快艇之间的续约谈判进展甚微。乔治对谈判的坚持底气可能源于七六人方面的表态，他们已经明确将乔治视为今夏的首要目标。随着七六人在合同到期后释放出的薪资空间，他们计划形成恩比德、乔治和马克西三位超级球星的三巨头阵容。在休赛期间的博客访谈中，乔治似乎也透露了对队友伦纳德的不满。在节目中，他毫不掩饰地赞扬了爱德华兹在季后赛中带伤出战的表现，并且表示愿意为了总冠军牺牲自己的膝盖。这些言论难免让人开始思考，乔治是否在间接地批评自己的队友伦纳德。那么在本赛季四巨头冲冠失败后，乔治的未来在哪里呢？首先得说说乔治目前的实力水平，如今的他可以说是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现年34岁的他依然拥有大当家级别的能力，尽管这似乎不足以将球队带向争冠的高度。从他加盟联盟起，乔治就以出色的无球得分和卓越的防守能力著称，但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和组织球队进攻方面，他仍显得有所欠缺。因此尽管乔治在快艇队场均出战 33.8 分钟，能够贡献 22.6 分、 5.2 篮板、 3.5 助攻和 1.5 超截，命中率分别为 47%、 41% 和 90%， 他依然更适合作为二当家的角色，这一点从他在快艇队辅佐伦纳德的角色中得到了体现。尽管乔治在得分和防守端表现出色，但在球队整体进攻中的影响力有限，他更适合扮演终结点的角色。他能够在侧翼提供优质的防守质量，但并不擅长处理球，而在快艇队中伦纳德都能做到这些，他们两个的角色重叠，所以快艇的进攻一直缺少一些多面性。这一问题直到这个赛季哈登的到来才得到了解决，乔治和伦纳德都得到了解放，所以在这个赛季乔治的状态保持得不错，并且健康状况也很良好。不过观察细节的话，乔治还是有些畏惧经验丰富的防守人。具体来说，不仅仅是那些经验丰富的防守人，只要对手的体型能够对得上，并且脚步能够跟得上的锋线，都能对乔治造成足够的限制效果。因为乔治的绝对速度并不够快，他大多是依靠节奏的变化和身体对抗来形成突破或者投篮的空间，所以一旦他面对像唐斯或者浓眉这样灵活又身材高大的防守者，乔治就会感到非常吃力，进攻效率也会明显下降，这也是为什么乔治总是表现时好时坏的重要原因。今年对于快艇队来说其实是最有机会的一年，快艇队拥有一个本应为球队带来历史上第一个总冠军的阵容，却最高仅止步于西部决赛，今年甚至在第一轮就被淘汰。连续第四个赛季，科怀伦纳德因右膝受伤而缺席，洛杉矶快艇队被淘汰。伦纳德在2021年西部半决赛中右前交叉韧带撕裂，使得他错过了队史的第一次西部决赛以及下赛季的所有比赛。伦纳德在2022-23赛季出场52场比赛。伦纳德在前交叉韧带手术后经历了2年的恢复时间，但是在季后赛中再次因右膝半月板撕裂而缺席。在连续三个赛季因右膝伤势而缺席后，今年对伦纳德来说终于感觉不同了。这位快艇队的球星打了68场比赛，这是他自2016-17赛季出场最多的赛季。然而经常看起来像球队2019年至今的元老球员，看起来伦纳德和快艇队像是要完全健康的进入季后赛，但是右膝发炎让他失去了最后三个季后赛，伦纳德再次结束了他的赛季。快艇的阵容配置显然是为了争夺总冠军，然而结果却是伦纳德在一个健康赛季之后又倒在季后赛下。在第一轮中他们不得不面对不断进化的独行侠队，直到最终冲进了总决赛。
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快艇仍然是目前西部球队中给独行侠造成最大威胁的球队之一。想象一下，如果快艇在第一轮没有遇到像独行侠这样强大的对手，进入了第二轮并迎来了健康的伦纳德，是否有希望冲击总冠军呢？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可能性，乔治才会对伦纳德无法出战感到不满。因此现在是时候考虑乔治的未来的去向了，他是还会留在快艇，还是选择直接离开呢？其实选择留在快艇队依然是乔治的首选。按照相关规定，乔治有权在今年夏天与快艇队签订一份为期四年、价值高达$2.33亿的合同。考虑到乔治之前在球队的贡献，以及目前球队仍然具备充足的竞争力，再加上良好的团队氛围，许多媒体都猜测他最有可能继续选择留在快艇队。的确，快艇队对于乔治目前的情况来说确实是最合适的选择。作为一个性格不那么外向的球员，乔治在熟悉的环境里能够更加自如的表现。此外，快艇队目前的人员配置也相对合理，保留了首发阵容和主要轮换球员，使得他们在下赛季依然有争冠的可能性。在快艇队迎来哈登之后，乔治拥有了之前从未有过的轻松感。有了这位大胡子控卫的控场能力，他可以轻松地展现自己喜欢和擅长的比赛方式。很多时候他只需要站在底角准备好接球并投篮三分，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本赛季他的场均接球三分次数达到4.5次，命中率高达45.4%，相较于上赛季提高了整整7个百分点。而且目前摆在快艇队面前的问题是，34岁的乔治还值多少钱？广大精神资本家们纷纷表示，军薪3500万签个3+1，差不多。乔治态度非常明确，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想要爷让步，爷听了想吐。市场供需关系决定一切，那么有没有球队对乔治伸橄榄枝？当然有，费城可不就是吗？这样的休赛期薪资空间充裕，费城多路出击，四处勾搭，其中头号目标便是乔治。毕竟相较于不太现实的湖人老头，现实却需要付出不菲筹码的吉米。乔治不仅现实，而且能白嫖，简直太对莫雷的胃口了。而站在乔治立场，手握费城意向与快艇谈条件，合适到不能再合适了。而且如果加盟七六人，他的上税更少，因为加州的税率有13.3%，而费城只有3%，因此七六人对乔治的吸引力非常大。除了七六人之外，雷霆队也是乔治的潜在选择对象。作为曾经效力过的球队，乔治对雷霆并不陌生。如果他能够回到雷霆，虽然不会再成为球队的头牌，但作为一名老将，他可以在雷霆的青年球员中起到稳定和指导的作用，传授赛场经验将会非常有帮助。乔治此前表示，希望他的球衣能够在快艇和步行者退役，如果他重返雷霆，或许也能在那里获得这样的机会。雷霆在2024-25赛季预计将有$3900万的薪资空间，这使得他们在夏季自由市场上有足够的资金投入。然而需要为新秀续约合同留出足够的空间，如杰伦威廉姆斯和切特霍姆格伦。因此这个休赛期对雷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可以大举投资补强阵容。雷霆队目前已经拥有了杰伦·威廉姆斯、切特·霍姆格伦以及吉尔吉斯·亚历山大这样的年轻核心，他们三人组成的三巨头已经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并带领球队取得了西部第一的战绩。然而由于球队的年轻化和季后赛中吉迪在投篮方面的短板被暴露出来，雷霆在西部半决赛中不敌了独行侠。因此如果雷霆在自由市场上成功签下保罗·乔治，他们将能够取代队中表现最弱的首发球员吉迪，从而大幅度提升球队的实力。乔治不仅能够掌控比赛的节奏，还能与吉尔吉斯、亚历山大等球星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他丰富的季后赛经验正是雷霆急需的。重返雷霆意味着乔治将在下赛季为西部的争冠热门球队效力，而他甚至无需为此接受减薪，这样的合作对双方来说无疑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当然其他球队如魔术队也不可忽视。近年来随着队内多名年轻球员的快速崛起，魔术队已经脱离了一些女篮球队的阴影。在本赛季魔术队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攻防实力，如果保罗乔治这样的老将能加入他们，他可以最大程度的弥补魔术队外线投射能力不足的问题。然而尽管如此，对于魔术队来说，乔治可能还有些不切实际，因为34岁的乔治更倾向于加盟立即具备争冠实力的球队。此外黄蜂和活塞等摆烂球队虽然有较为充裕的薪资空间，但他们的经济水平并不足以因为乔治的到来而变成争冠球队，甚至进入季后赛的前景也不容乐观，因此这些球队很难打动乔治的心。就目前的消息而言，乔治想要为期4年的顶薪养老合同，最低限度也要十分接近顶薪。
而快艇既不想把年限拉满，又不愿提供顶薪，难怪两边没法谈拢，这必须得有一方做出让步。客观讲，留不留乔治都挺麻烦，咬牙给钱确保乔治留队，意味着还得接着留哈登，并想方设法补内线，钱包大出血不讲，未来三四年的可操作性直接锁死。老板家里有矿归有矿，大手笔整合原班人马，能保证来年出成绩？放人离队意味着快艇下赛季指不定要为附加赛而战。乔治常规赛出战74场，场均22.6分、5.2篮板，任何球队平白流失20加的高手都是莫大损失，快艇并不例外。哪怕不把哈登计算在内，局座加鲍威尔加塔克加祖巴茨加曼恩，以上五位薪资相加，差不多就得1亿1，再加上科菲、海兰德与科比布朗，薪资空间满满当当，一个头两个大，管理层有的好纠结了。跑题说一嘴，如果乔治加盟七六人了，最亏的就是哈登。卡交不劳而获5年不多说了，仅加盟快艇不到一个赛季就面临土崩瓦解。由于缺少合格的经纪人，哈登将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的一团糟。离开火箭时正值职业生涯巅峰尾巴，无论是后来的篮网七六人还是现在的快艇，哈登不仅薪资上做出让步，还需要场上做出牺牲，但仍旧离他追求的总冠军越来越远。乔治这种攻防一体球员仍然能够获得市场青睐，但哈登的价值可能远远没那么大，下赛季沦为的薪资再低也不要感到奇怪。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没看够，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那就点点订阅，鲁豫我期待和你一起涨球。